降噪声音吧。音频制作软件。コトノハトーク。今日见，与葵。コトノハトーク是一款任何人都能轻松的以可爱的情侣姐妹的声音制作音频的电脑软件，只需输入文本，就能生成以情侣姐妹的声音朗读出的音频文件。有它生成的音频，可以用作视频的旁白，也可以用于朗读书籍与文案。配合角色使用的话，还可以制作出剧场、戏况等富有原创性的作品。角色介绍：你好，咱是情侣剑。照老妹的说法，咱有点天然的样子。以前呢，咱在日本冈西那旮瘩住了很久，讲日语的时候说的是冈西腔，不过呢，写中文的时候是和老妹一起学的，所以说的就是普通话啦。我的名字叫秦一葵，和姐姐倩是一对双胞胎，性格应该比姐姐温柔一点，也大概比她可靠一点吧。这次我们十分努力地学习了中文，超努力的。姐啊，以后也请多多关照。让我们介绍一下软件的使用方法吧。文本输入，输入文本后，按播放按钮就可以让选择的角色朗读文本。来创造声音吧。来创造声音吧。按下保存按钮，就可以转换成音频文件并保存。单词编辑，录入。可以把读错或是有违和感的单词修正后录入词典。允许录入读法和声调。小倩好可爱好耶。音频效果，可以调整音量、语速与音高。增大音量，减小音量，加快语速，放慢，提高音高，降低音高，声音预设，各种音效与调整内容都可以保存，可以用来保存经常使用的设计参数，也可以基于同一个角色设计多种不同的参数，将其作为不同的角色使用。角色分配可以通过点击拖动图标的方式来为文章中喜欢的地方指定变更阅读的角色。项目保存可以把编辑中的内容保存到项目文件中，这样就可以方便的暂停或继续编辑，且能更高效地进行多人写作。在动画与朗读中创造只属于你的声音吧。爱声音中文，请遇见与葵，请大家多多关照。